将腊八粥分送到国中校园，也能够接引青年学子。凤山讲堂分送腊八粥到青年国中，可以接引更多年轻学子。今年度这个佛光山相关的人员到学校来，就说联系说我要在一月份哈有赠送这个腊八粥的这个活动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透过我们的职员来调查，学校的反应是蛮热络的。我们大概有一到各处室啊来登记啊，有160位同仁啊，希望能够跟这个佛光山来做一个结缘。所以非常的热烈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互相建立关系分享这个福气的一个方式。因为我们其实还是以教职员为主啦，那学生的部分，因为我们都有午餐，而且人数也相当的多，我们有1600多人的学生，所以在学生的部分呢、就比较没有参与。不过我们家长如果愿意这个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话，我们也很欢迎。青年国中校长林月胜表示，透过腊八粥的分送活动结善缘并分享福气，是能够连结社区感情很好的活动。时方新闻黄慧如、简玉玲高雄采访报道。